介绍第二首歌曲俾大家欣赏。第二首演出嘅曲目咧就系《卢安州》，呢首歌大家都知道系大锣大鼓噶啦。宋代名将陆登因为要抵抗金兵入侵，所以咧佢死守卢安州啦。陆夫人咧就宁愿将个仔付托乳娘，要佢带佢逃走啊，咁自己留低咧就同夫君共抗金兵。好啦，咁请大家欣赏由卢美莲、钟桂梅两位演出嘅《卢安州》，有请。抗金兵
彩阵啊，木下孤城空啊难，孤守成人长进，能把父业继承，把夫人啊，将军啊，知之头角峥嵘，一后必成大器。一何日出世两月，见你父亲，何方为妻去后，将军安于前，妈于后，谁人是奉？将军呢？将是沙场蝶叶，但求马甲裹尸，何须要人侍奉呢？但望夫人保超为姑，扎在难民当中逃生去吧。
朝廷昏弱无能，坐视金兵入寇。知我儿出世才两月，便赴离乱自幼，为娘决意将你赴唐与娘，求他抱你逃走，望你将来长大，忧国恨家仇不义啊！有送风，替孙传。
十分忧谁就入内，将关。
此时此际，还有何心情饮酒呢？别离多载，尽此一杯，将君赐。谢夫人。有人来了。
眼望夫人血泪流，妻女莫牵愁，夜莲莫牵愁。明晚。